那这个双母音呢，这个早期在讲文字的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过，最早期半天传下来没有什么长短音，只有啊跟啊啊两音，啊啊啊有这个啊的长音，因为它要代表开始休息，是吧？就在东南角，是吧？要休息，所以这个字有对照。其他一、五、啊、I、O 都没有，是吧？我说给你们看了，在博物馆里面的文字变化都没有这些字。是就在读小学的时候复习，然后也是没有画这个音，是吧？来给你们看。那个是本级经里面的，他去上学的情形，就是念那些没有长音。这长音是后来不懂念长音、不懂大空音的人把它变出来。因为你懂细长音，你就知道有念长音。那念长音有的被省掉，有的是要念停下，沙瓦沙瓦，你读沙拉瓦吗？沙拉瓦是现在人在读的，那那个R不能念，那所以省掉了，但是又要加一个念白音，所以沙。如果要用英文注音的话，就 S A T 或 S A H 一点，那 H 一点不是让你挂哈的音，是让你停一下，沙，那底下音直接在转，你就知道它转音。所以有内反应的时候叫你倒内，你要把一道你要下一个字接下去那里位置，是吧？那上是第一个位置，那如果要接到这个叉呢，就是第四位置。所以他因为沙叉都可以念出来，那沙叉沙叉，你说啊接得很顺啊，你外行当然觉得很顺，我听起来都。自己念得很不顺，沙他马上就跳过去。如果念沙他，那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知道第四个字，是吧？这就是他，是吧？都是讲音韵学，讲这个人生法。好了，那这是双母音，是吧？所以也就是 A 的长音，那用啊一来代表。那这个字啊，在古代没有这个字。他发E的音，但是念阿姨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作品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字，这个字你要念完整，就是拿一啊，还是念进去，因为你是拿变 A 一点加 E， 不是现在把它省掉，稍微读音就好，古代没有这样。啊，所以你们学习它，你们说哦，它是念的最古老的音，啊，它的念的是版画的最现代音，有现代的越来越版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德汉越来越差，这样，这必然的。好，顺便讲个啊，一是这么刚刚讲过了，发音上来很简单，中的灰男灰女生上来啊一啊下来，那就哦，这是嘴唇的声音。哦，不是刚刚讲叫哦，哦，是在喉咙深部发生的，那个二，现在是哦，哦，所以叫嘴唇声，嘴唇声要在这里发，就第五个位置，对吧？那它怎么来呢？啊，呜，哦，所以你如果有两个母音说啊呜，你就念哦，会反过来，啊，那所以你会念哦。你说 on 就对了 ，on 啊，这近代的西藏的音作不是这么读吗？一般人不会也是这么读的，你懂西藏你就不会这么读。但好在你是这么读，因为你不懂，所以不必劳动到诸佛菩萨来，来来，那经过人家转来转去，你阿萨布的，你要正常学啊，啊念 on 啊也要来，就比下就不必来。那就这些护法神啊、鬼神来就好了，是吧？所以你是什么程度啊，自然就有不同的教师来教你，啊。
的哦，那啊呜哦啊呜哦，发音是怎么来的？啊，那呜哦啊呜啊呜变哦，哦，所以有的是啊呜会变哦，因为前后那个这个低的是啊结尾的母音，第二个加呜的开头的韵母，这两个一接，它会变哦的音，是吧？那现在我们写一下，你在念这个三月清净咒嘛？那是打哈是啊，那是一个 U D D H A 一点 H 啊，那是打哈，那是打哈后面加了一个啊嗯啊。阿憨就是我，阿憨，是吧？他这个 A H 一点跟后面的 A 就会变成 O， 所以你要再修多憨，啊，那这个字很有意义。有的人画蛇添足，把它打了一点，打一撇。A 有两种这个表述法，如果 A 对 A。被除掉了，两个变成一，它上面打一个冒号，啊，箭头，在它的柱 A 上面打一个三角形，叫头箭头了。那你一看就知道，哦，这是前面的 R 跟后面的 R 有两个 R， 你要查字典，你后面那个 R 要加，后面那个字要加 R 才查得到，是吧？那叫后面，这是连音法。那如果像刚刚讲的 A H 一点点加后面的 R 呢，那 O， 然后加 A 下去还是 O， 会更是多。这个这里本来还有一个 A， 是吧？这 A 跟 A H 是结合连音就变 O， 那是多，是吧？你要写度啊，刷把哇，修打哈。达瓦达玛，刷巴阿瓦西多，阿弥陀。这个一点的话变 O 了，是吧？那 O 这个 A 就被它除掉了。但是这个呢，有的人在这里给它打一撇，说前面还有个 A， 就在密码里面了。那这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当作种子字，阿弥。一个是说我，事实的话就是阿憨就是我，你把我的自信清净，是吧？但是又要有密教的这种种子字的意义，所以不能画那一个，是吧？那很多日本人是都这么写，那台湾的专家也跟着日本人是这么写，啊，后来我觉得这样对，菩萨教是不能这么弄。这一点不能画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他要当种子句，不是你要喊那个句，这是秘密，可能你们跟你们懂一点，你们要我讲你们就要听，我讲的外面的人没有会的，你可以放心，你要多记，多学，啊，你学对了吗？啊，这个拿掉，啊，喊，就变欧了，许多。好，那这个啊呜会变 O 啊，这个发音的过程是这样，所以你就看到它 A 音连结的话，它会变 O 的音，是吧？这个你要知道连音的方法是这么来的。我下来，下来长音呢，啊呜，这个念长一点呢，啊呜。啊，刚刚那是 O， 啊，这个回过来，刚好跟它的长音啊，这是后来这个西元第五世纪那时候才建立的，啊，那时候这个驴车主时期那时候来增加这些音，以前没有音，那变来变去不是刚刚讲的它这些字在组合吗？
那原来他们都可以念，不必你去计算他们的。那因为他们搞不懂，他说哦，我先你这个字发的很长音，那就把你画长音了，对吧？他们是这么来的，是吧？他不知道说你画念反音，那你要停一下，然后再读。他认为哦，你这画的长时间，所以给你注长音。所以以后你没有查字典了，你还没有学习到念反音呢，你只要他注长音，你就可以想这个是念反音，八九不离十。当然也有本来就是长音的，啊，但是大部分都这样。我在看八零的时候，这里面都是这样，都被抓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那样。那后来的人，他不懂涅槃蓝音呢，怎么画，所以就用长音，那字典就可以长音，好吧？你们要懂它的来源啊，文字的变化跟语音的变化。好，下来，现在正式的复习完了，对吧？开始读这个咒。这个咒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西坦十二韵母秘密咒啊，下面奉读啊，对，六字大明王咒，那、啊、这每个人都会读，那、啊、见过了，举手看看，啊、大家都看过，起码你听过这个西藏人在唱这个 Om Mani Padme Hum， 起码是六念六字大明咒，是、啊、吧？那叫做大明咒，不是这么念的。那这里面意就要包含这所有的韵母，全部进去。要的字，那就可以把这个意思全部包在里面。所以你要的字里面，十二个母音学会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字念得很柔软、很顺。然后念着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慢慢念，你气就会冲上来。不可思议啊，是吧？因为观世音菩萨的价值，然后看它的来源，对吧？有关六字大明咒，那这个 Vidya 就是明。什么叫明呢？就是你心没有挂碍，没有污染，没有什么，你应该会挂光。那你不会挂光，那圣言所讲的这些字、这些咒语。来让你注心化光，让你脑筋清楚一点，没有烦恼，这是你。那我们现在都做，是吧？也可以的。那萨大，对，这个三个字，虽然只有三个字，第三个字是半音呢，你还是要念萨。这个范围呢？很奇怪，就是说，二连音的话，一定还有音，不是用英文去读啊，你不要把它当作主音，那么嘟一下就绕过去了，它一定有母音，有韵母，所以它没有特别讲出来，这个不要念的话，每个字都要念，啊，所以这个萨达，这个就是六，啊，那后面这个半音。好了，这个字阿叉里阿叉亚是无尽的，阿叉亚后面是 YA 的话，因为西坦可以铸造很多的字，二和三和到七八和都可以，所以这无尽的字，那我们一般的字你铸造几个字就几个字，它是无量可以铸造，为什么它一个加一个就变第二个变两个字了，啊，不一样的意思无尽，那再加一个三七就不一样，所以二和三和四的到最后你要讲连音的时候都在讲这个角度啊，连音瓦啊，那这个阿叉拉 RA 呢就是所谓的字几里几里黑的字字啊，那这个变成一的长音呢、啊、变名字了啊，然后它这两个字连接起来念，这个 A 就不念了，就借用给他用了，那、啊、他本来要念的不写出来半音，但是他要念，所以在大大查理查大查理，
记一下，这是第三句。虽然这是九片口音的，这是第三句的男声音呢。那主要底下有点的，大部分都要卷舌头到第三个位置。那所以你舌头掉的话，这个这个舌头要上面顶顶到上面再下来，上面再上来。要练这个，还会把座椅练得好啊。所以拉是平的，而拉。拉拉拉拉就不一样的音嘛，啊，所以你舌头如果不认真的去带的话，你念出来就不是很好。啊，这是范文啊，你有兴趣的人背一下哈。这个六字名咒，没有大，这里面没有大，是吧？啊，汉传或藏传都有这个咒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。因自观世音菩萨心中流露出来的，一切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来源从哪里来。一般的咒，宇宙之间的如来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他很奇怪这个咒，啊，连阿弥陀佛他不知道来源从哪里，因为这部经啊，这经里面讲的，是吧？连佛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，那原来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心中流露出来的。你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啊？你不要说哎，观世音菩萨还只是一个菩萨，他是再来的菩萨，他是已经成佛了，他的大悲心呢，所以他要化菩萨身来度众生啊，所以。他是说从他的心中流露出来，连每个佛都不知道从哪里。虚空声音啊、咒语啊，都是你有能力听到的话，到十来个程度都会听到，啊，可以学到。那这个就很奇怪了，所以师兄在这里啊，所以只做威德利，你可以看有相关的都在讲这个。说啊，这部经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，这个发问的是持盖章菩萨啊，这个世尊不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，那刚开口是释迦牟尼佛当主教，那讲事情讲到我们的比较涉及到六字大明咒的时候，这主教就换人了，就更在更古远古内前的。啊，这个莲花，这个王如来，然后什么，那个就阿弥陀佛，我讲的阿弥陀佛那个词，是吧？那所以他白世尊，因为所有的佛都这是世间里面最尊贵的，所以都以世尊称他。那世尊呢，坚持六字大名答那里，为从何处而得也？从那里得的。你看说所有的咒都是什么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，是吧？你看这里有这么讲，这个咒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就觉得很奇怪哦。事圣就在这里了，佛告善男子，此六字大名陀罗尼难得足矣，很难碰到，助以如来而亦不知其所得之处，连成佛的如来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。因为菩萨云何能知呢？连如来都不知道，那这还没成佛的这些菩萨更没有办法知道。除盖章菩萨就白世尊言：“那如是陀罗尼，今佛如来愿证等觉，云何而不知呢？”不是如来是无所不知的吗？怎么这个会不知道？你真的如来是无所不知啊？啊，那这一件比较特别，他不知道，是吧？佛告善男子：“此六字大名陀罗尼是观住在菩萨摩诃萨微妙本性，他就是正的，是吧？若有诸事微妙本性者，即诸解脱。如果你能够读得好，所以你们今天要用功，你今天有幸来出席来听。”
啊，你算是来对了啊，要好好知道他怎么念，不要去念那个奥姆玛尼根号，是吧？你要知道他这里面涵盖十二个音韵在里面变化，才能读进去他的微妙本心。能够读得微妙本心，你这么天天这么观，天天这么牢牢的念，气质会上来。打坐的人是气质先上来，气质上来，身体变化，身体变化才能修行，修行之后才能清净，是吧？这是很重要的修行过程，不是说啊，这个身体的气质就不重要了。那讲这种话都太坏了，那不去打坐，不去用功，说他的成果，那是招魔。不可能的。若有诸事微妙本心，即诸解脱。这个时候，除盖章菩萨白素尊言：“素尊，诸有情中有人诸事六字大名陀罗尼者，不？有没有？有情知道呢？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现在在轮回的了，有阿赖耶识的。那无情众生就是这个啊，木头啦，金矿啦。”石头啊，这些，这些也是过去也是缘的，也是有情众生的啊，是因为他无明，会到了无明也变这些无情众生了。我说没有一个知道，也不知道啊，我下来。